尤其我们先生活在今天这个乱世，你心不住在佛号，你就错了。乱世人真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死，明天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啊，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啊，明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对我来讲，什么是大事？这一句佛号是大事，没比这更大的事情。啊，我这个真诚心、恭敬心、求生净土的心，念头一动，阿弥陀佛知道。啊，念头才动，周边法界。诸佛如来都知道，诸佛给我作证，弥陀来接引我。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心一定要住在佛号上，住在极乐世界上，今这个今。就是极乐世界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在我们手里有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决定往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世间万缘，一切放下。一切时，一切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我们所争的是怎样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不跟人争，跟自己争。啊，我们所求的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